下车咯，到台南了。来一个，跟爸爸先。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、叔叔带我们去好吃的牛早餐。来，小心啊，叔叔。按下雪山，你来看我们的羊好不好？好。超丰盛。妈妈去买面包。爸爸，我的袋子的正生圣基面包。等一下，爸爸帮你吹气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去海参馆哦，要乖乖听话，知道吗？先采买一下东西。你要喝什么？要喝鲜？不对，你要喝鲜奶还是豆浆？要喝鲜奶。要鲜奶。豆浆啦。豆浆啊，喝豆浆啊，鲜奶喝腻了。豆浆。豆浆啊，你喜欢喝豆浆啊？礼拜天可以。蛋饼皮，有我锅的水饺，面饺，包鸡丝面。桂冠汤圆，炸鸡块，巧克力豆三豆浆，这是金桔酱。吃饱了，晚上再吃宵夜就好了。好，去结账哦。结账了。营业到今天了，还是刚刚还没开吗？要在哪里吗？我不是这边。就是。
要转出去。对，所以这边要移过去就对了。你要刷卡吗？啊，对，没有储值金，储值金。带一个进去，我看谁不听话。你们要配合一下，不要把心情搞那么差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位。你们上来很辛苦。对啊。我现在这样子。妈，海参馆哦，你到海参馆。全票450啊，两张。小朋友要带健保卡，没健保卡不行。要健保卡，小朋友免费啊。哇，可乐鱼耶！好多鱼，这鱼怎么跟我那么近？你看。这标本啊，樱花钩吻鲑，这都是吗？这里哥的。哇，招潮蟹！还
坛主鱼，有吗？那是坛主鱼。对啊，坛主鱼在这里，你看看看看。这边，白兰商务馆在这里啊，这里 ，Hello。看爸爸。
看爸爸，Hello， 你好，小白鲸你好，你好，他好可爱哦，小白鲸哎，他们很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小白鲸你好，你好，好可爱哦，他好可爱哦，小白鲸。小白鲸，小白鲸 ，Hello， 你好。小白鲸，他很喜欢小白鲸。耶，他不会转过来，跟小白鲸拍照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有面包哦。牛肉面包哦，他不能吃的。他说谢谢。谢谢。我不能吃面包。我不能吃，我不能吃。你看他摇头哦，他好聪明哦。逛完喽，三步正常运作。